对，有啊，这个有挑战性啊，还不错啊，这个蛮有挑战性的，可而且以，是香精的。香精什么？香精的铁轨啊！哇！让我们刚刚真的有在讨论战术哎、欸！真的假的？我们超认真的。你们讨论什么？你们讨论什么？我们就讨论说哪一排比较简单，然后看附近有什么可以先做哪一排。所以你们附近有什么？你们附近出生地有仙人掌，他们就说有仙人掌就要做第二排，然后如果是铁很多就要做第四排。哇！你看我们身在那个杉木林里面，整个就我们可以做蘑菇汤哦。我们出生还要游过一片海，对啊，我们可能一座小岛上面只有一棵树，就一棵，就一棵，超惨的。我刚刚找到一个村庄，然后那村庄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有铁匠铺好。他没有铁匠铺，也没有书柜，他的那个村庄全部都是绿色的村民这样子，都是白色，全部都是没有。还有白色的啦，还有一个教堂啊，就是他最豪华的那间。所以他们只想要信仰，就是宗教，然后剩下都不做这样。超难过的村庄，我刚才看，哇，村庄，我们赢定了。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好了，抽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，那我们重新分队吗？从最下面开始抽，不是？先全部选一样比较好分。全部选红队啊！全部选红队。好啊。重抽。用暗红。对对对。那就秋风没按到。哦，从杰克开始。杰克。黄的我没有换人，我被换掉了。有战力下降很多，可以可以。方块进回收啊！战力被换掉了，方块回收。啊，还要回收方块，我想带回去做纪念的。不行，什么了？你要带什么？保一下。那我要青金石，我现在就可以做了。好啦，那就中间那个被挡住的是什么？那个什么甜菜根汤吗？甜菜根汤那个超难。对，那就哎，我们刚刚那个村庄超烂那个要村庄吧？怪物的那个。没有，我们刚刚村庄就很烂。你可以想到我那个绿色村民村庄。对，都是绿色村民哦。哎，可是他有农田。因为他们走了，他不会去耕田，他们也只会种田。他在这只有格鲁特走了，格鲁特走了，他好可怜哦！喵喵一打包，他都不肯走。我蓝队吧，我走错队了。环境为什么要下来？上去，我们上去，快，再上去。我以为我跟小雨他们一队嘛，没看到。哇！打人！有没有想好要怎么哪边开始？我觉得最右边那排可以试试看。哦，最右边的吗？哎、欸，下面是什么灰色染料而已吗？灰色要骨粉。啊，斜的嘞？啊，不行，斜的那个有甜菜根汤。对。左边第二个。也不好。左边第二个烟火蜘蛛啊，对，不行，蜘蛛跟苦力怕，最右边是最简单的，就是对啊，对啊，哦，我们的地形不错，哎，我们有村庄，哦，可以，那甜菜根有，我们有村庄，我看一下，没甜菜根，那中间那排，哎，有甜菜根，那可以，中间可以，好，直的横的，附近有斜的杉木吗？有杉木，有没有看到？哪里？游过去就有了。哪里？有，前面，哈基在游了啦。我看到。对，他们那边有两个田啊，一个是小麦跟马铃薯，另外一边是那个甜菜根。哎，为什么你可以游啊？掉下来了。来，推我一下。哦，是呀。等下会不会冲过去了？你走过去看看嘛。那我等下就是直接下去去找中继器哦。嗯，好好。
我说要铁剪杉木吗？ Okay, okay. 还是你要斜的啦？杉木不用啊，杉木去打树叶就好啦。哦，你们要直的哟。直的，直的。好好好，我去另外一边。啊，在这边的游游游，好远，游过去，游墨鱼，墨鱼。欸，没有墨囊。可是灰色的话，应该是需要骨粉加墨囊吧？哦、欸，可是我们没有要走那一条就是了。对啊，嗯，可以做出来下下了。咻！打下去！啊！我听到鸡的惨叫。嗯。要树苗，树苗，树苗，有了树苗，好快哦！真的是哇，冰果王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这一届的冰果王啊？我可以不要吗？我听到僵尸声哎，找粘土，我找粘土了。哦，来，好。然后接下来是放出来，我需要一个碗。好，甜菜根在哪？是甜菜根在另外一头，在另外一头。对，胡萝卜，哎、欸，我再看甜菜根在那边。我切到大小写，等一下他要我切到输入法了。1234，六够了。我在挖， yeah. 我在挖熔炉了。OK，OK、okay, okay.。我的合成台这是哪里？这里我记得是这样吧？甜菜汤。水。噔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听天由命了。听天由命了，好哦。你要不要先烧石头啊？下地底再烧吗？哦、我现在还没挖石头，我先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没有洞窟哎、欸。冬季器不是要挖？对对对对对。村庄底下就有一个洞窟哎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是神选之人啊。等一下，先让我挖一点东西，让我装备升级一下。我在真男人了，我在真男人了。好。OK OK。来个铁吧，来个铁吧，来个铁，来个铁。听到水流声、嗯，这样子。然后，哎呦，哎呦，挖到水了！加油，小铁！古力巴阿库公，阿布公，古粉，他是古粉，古粉。我那星座武器，我那星座武器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。那我们下去吧。杀掉，东西都在下面。叫骨粉吗？有骨头。OK OK OK。你那时候有没有要汇合？我等一下上去。等一下，这里好多铁啊！是你们下来，我上去啊。因为离你比较近吧，我刚走你们村庄另外一边呢、欸。我现在在村庄这里。我在一个村庄，我们游到村庄的右手边有一棵杉木，挖到一半而已。走开！僵尸，走开！好多铁，好多铁！站！我先走开了。先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。我先做肉斗好了。好。肉斗。等一下，我石头够吗？石头够。嗯，我现在就差两个吧。嗯，冲击器。那肉斗给你做，我直接找那个红石。好。放进去，好，砍一点木头，砍木头。有人四个，他们四个了，四个，可是要看有没有连到线啊。OK OK， 然后先来个箱子。铁我就不挖了，我就直接冲红石了。好，好啊、你有铁镐吧？身上有够铁。你要不要先一边挖一边先烧？好，我要来男人了。
这个熔炉是烧石头，石头。还不够，还不够，再来！红石快出来，红石快出来！有了，漏斗，红石，快出来！漏斗完成，好可怕啊！他们感觉快拼了，快拼了。哦，看一下哦，现在是我们快拼了。他们剩蜘蛛眼跟那个蜘蛛眼跟蘑菇汤。红石快出来！红队还好，就现在是黄队。哦呦！哇哇哇哇哇！红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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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点，有没有？来点红石！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！等一下，我烧个石头。好好，快快快快，加油加油！快快快快！干，不行，我现在才来硬的。石头三个就好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还要那个烧铁镐。哦，好好。你再挖一下好了。金有需要吗？好像不需要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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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需要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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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一个再一个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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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个铁。平常挖一堆些，我想挖挖不到。快给我铁！哎、欸，红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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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石头烧好了吗？烧好了烧好了。哦，那就现在把它做出来就行了。挖到挖到红石，两个红石火把，一个红石，三二一，哒啦！哦、欸， oh, 我刚好烧好铁。啊好，我们就五个，然后就五个就直接对，直接完成。哦哦哦哦哦！Bingo 喽 ！Bingo！Bingo！ 看完了，找到一个生怪箱。哇！我们找到三个生怪箱。你们找到三个生怪箱也太猛了吧。问题是三个生怪箱它是连在一起，有三堆的怪物。我完全进不去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生怪砖真的是很扯。差一个。找不到蜘蛛。哎。找不到。哇，你们怎么会有甜菜根？我们在村庄旁边。哇塞！哇，他把有钱的村庄了。真的。有钱的村庄了。不是，你要赞呐。该独占了，独占，独占，独占了，该独占了，该独占了，绕身结束了，对，大香菇还做，回来，回来，不要做了，还想做，我们刚找不到红蘑菇，你知道吗？找超久的，我刚刚就是我在他面前就一只红蘑菇，然后一抬头，一只酷狗看着我，独占是哪一个？不然独占。独占你按了吗？独占是后面的这个、啊，最后面那个。我错，这个有了，这个拉靠，拉拉，你可以再念一次吗？拉靠，拉靠，独占还是要拉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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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糊，不能糊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就先都红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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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模式啊，红色，红色。红色，那就一样从上面开始吧。红色不用动，不用动。红色，真好。好，调视讯。蓝色，我错，蓝色。这是有点规律啊，所以我是黄的吗？啊，红的。红色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。蓝色。圣斗胆的，圣斗胆的，我有逼过你，我跟你。好啦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哎，怎么又是雷鼠啊？是吗？又是雷鼠啊？好神秘。你们又是一样的？一样的，一模一样吗？一模一样。那就重分了，小雨同志，那重分喽，石头放回来。好，我想拿回去做鸡。不要再拿。第三次了，第三次。嗯，好啦，那就。全部都选回红色吧，重分是不是？对啊，重分一次，有人一样了。你们是怎样？这一组从来没拿过冠军，所以不爽。
有啦，哈基刚刚有拿过啦。啊，对啊，有拿过，有拿过。你也吃草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兔子，哎，小兔子，哎，兔子，我们是绿队哦，绿队，没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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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写绿队，蓝的，没我，下一个，对，蓝的，蓝的，红的，红的，蓝的，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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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红的，我要说一件事，全被我吸走了。那个你放吗？回收工放一下，放一下。不要不要拿手机，我想要拿。回收工啊，